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呢是在广东的佛山，现在我正要坐车去广州火车站，然后这趟火车呢是免费的，带大家免费的体验一下这个全过程吧。带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做到免费的高铁票和火车票。首先，我打开12306，可以看看铁路会员。然后呢，然后在这个铁路会员这里，你可以看得到，你可以看一看你的积分。3000积分就代表30块钱。我这个的话有3056积分，就是30块钱以内的火车票我都可以去免费兑换。然后可以看得到你每一次乘坐火车的一个积分，就是都有你乘坐的记录。打开之后呢，你已经知道你的积分，那么你就点开这个首页。那我就搜广州到这个佛山吧，广州到佛山，它就会。在下面呢就显示一个票价，看见没，这里是16的、10块的、16的都是可以兑换的。它这里有一个折和一个兑换，只能选择这个兑换这里才可以。我点一个，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你途中经过的一些站点。那么呢，我现在就点进去。它这里呢有两种方案，然后你就可以提交订单了。提交订单之后呢，就可以确定，然后这里就可以选择一个积分支付。